吃肉之前必须要来一条咱家这个果冻，厂家今天大活动爆仓了已经，然后应该没有多少库存了，你们想去拍的赶紧拍，今天是发十盒啊，一盒五条，今天是发十盒，然后有多少单可能发完就没有了。一定要细嚼慢咽，这个青素变刮肠油，你在吃大餐之前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必须要来上一条，然后正常的话一般人第二天就开始排了。连里边的汁儿都喝了，然后喝完来一杯水。然后就可以开吃了。东北杀猪菜，杀猪菜。